又 Q 一波会战。GG Victory， 我跟你双排都是赢的。废话，我那么猛，你能不赢吗？那你跟九神双排怎么会输？啊？你看一下我的钱好不好？你单机了多久？你看我那个啾啾啾的钱。哎、欸，我吃兵好多、哦。你输出也没多我多少啊？那不然嘞？那、啊、你这冲出去这边搅一搅的，你知道我的关键输出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AD 的保证啊！你断二了。干，难怪找我双排。AD 啊，白痴、喔！你随便换一个人啊！你队长特朗德被打成什么智障样子？靠谁 carry 的？我问你，你队长特朗德被打成跟智障一样，是靠谁 carry 的？金克斯啊！你别放屁了啦！啊，卡利斯啊！别放屁啦！什么卡？什么卡利斯？第一场我玩的是谁啊？我有点忘了。你就是没 carry， 你才忘了。神球女各种玩，一个大四个。第二场凯特琳一个射四个。我就跟你说了，大家你们不要再质疑我 AD 的实力了。你刚看到我那个操作就知道啦。只有烂而已啊。那飞爱，为什么抓不到对面的 AD？ 对面的 AD 怎么那么难抓？好强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各种陷阱啊！你不要笑啦，我要接call in啊，跟你说再见啦。嗯哼，好，拜拜。